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继续讲99年的学测第11题到第15题的单字题哈。好，Number 11, John has been scolded by his boss. John 呢，一直被他的老板责备，scold 这个是责备的意思。For over 10 minutes now，已经被骂超过10分钟了。She is not happy about his being late. OK，这里可以看得出来，she 指的是老板哦。那老板对于他再次迟到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开心哦。好，那就表示他中间有一个要修饰后面那一句的东西，所以有的老板会骂他，所以这是一个行为上是非常明显的。好，那我们知道语气的转折是需要用的是 apparently 是明显的。那同义词之前也教过，就是 obviously。好，或者是 clearly, evidently 都是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意思。好，那 A 的选项 expressively。好，那我们等一下先解决掉 expressive 这个字哈。press 这个字是压，好压的概念，所以压出去就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好，那 expressive 就是表现的，那 expressively 就是表现的。好，那这里的话呢，除了要教这个字，我们顺便把它其他跟它有关的一起教一下好了。好，那 express 这个字除了当做表达出来或表现的意思，它还可以当做名词的快递。所以你可能在路上会看到一个那个货运车叫 FedEx，FedEx 其实就是 Federal Express，就是联邦快递的缩写。好，那 press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去汤姆熊的话，就会看到那个游戏机开始都叫你 press the button，我叫你压那个钮，所以它本身是压或按的意思。好，那压进来，I am 是进来，impress，所以是让人家印象深刻。那它这个字的用法，注意一下哈，一定要 something impress somebody，某件事让谁印象深刻。好，那 express 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表现或表达的意思，或表示都可以。那 depress 低的概念都是往下，好，一个人很非常的心情非常差的时候，你再继续往下压，他就会非常的郁卒，好，他就是非常的郁卒，所以是他压抑的概念，所以 depression 就是一个疾病名称，叫做忧郁症，忧郁症。好，那 compress 是大家共同压，所以是压缩，哈，你就像看过那压缩袋，就是每个地方的空气全部被压缩出去了，好，就是 compress。好，那oppress、op 都是表相反的概念，哦，所以就是压迫，往相反的方向去压。就比如说你想要抗争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有一个相反的力量压迫你，知道？repress 或 suppress 的话都是压制，像之前香港的那个反送中的游行的时候，就会有政报警察上街道，好，去压制那个民众，那个就 repress 或 suppress。好，那其他的选项我们也看一下。Immediately 这个字应该很熟，就是立马，right away、right now、at once 这堆的同义词，或者是你可以用 without delay 或 without the slightest hesitation 哦，应该之前都教过呢。Originally 就是一开始原本的概念。好，Number 12，Since the orange tree suffer 是遭受什么样的状况哈？它也是罹患什么样的疾病呢、啊？好，他遭受到了severe 是严重的，就是你们学过 serious，好，严重的损害 damage 是损害，好，from a storm 就是因为暴风雨的关系，from 在这里其实有点是因为的概念，好，in the summer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遭受到非常严重暴雨风雨的损害。The farmers are expecting 这个字是期待，好，所以他们预期呢会有一个 sharp 是急剧的概念。剧烈的、锐利的都可以，敏锐的都可以，对，好。那所以有一台电视机的厂牌叫做夏普，好，它会取这个名称，就是希望它的电视机的对比度是非常锐利，好，这样色彩就会非常鲜明。Decline 的意思是下降，它也可以是衰退，好，下降、衰退。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委婉的拒绝，好，跟那个 reject 不太一样的意思，reject 是比较断然的拒绝。好，那在哪里？In harvest，harvest 这是第四册应该有背过的单词，就是在耕种上，在收成上面这件事情上面呢，会怎样？会有急剧的减少。This winter，就今年冬天的收成就会变得很少。好，选项 A 呢？Potential 95年的单词题。好，那一年好像出现的是王建民，好像从小就可以看得出他的 potential。好，talent 的概念，好，所以 potential 可以当名词的 talent 的概念，就是天赋才能。好，那也可以当做形容词，有天赋的。relative 是去年年度的前一个年度的副词，考副词 relatively，好，相对，
地，那在这里是指的是形容词相对的或者相关的，那也可以当做名词的亲戚。好，那 severe 这个字刚才讲等于 serious 就不讲。mutual 的话，建议你们去学一个搭配语，叫做 mutual trust。mutual trust 就是相互的信赖，相互信任。好，第十三题，Typhoon Mora 啊，莫拉克台风，claim more than 600 lives。claim 这个字学测考过，而且通常在学测出现，大部分都不是宣称的意思，它是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夺走了大概600条，超过600条人命。它其实就 kill 那个字的意思。In early August of 2009，就是2009年的8月初的时候，夺走超过600条人命。Making it 这个 making 是冠带省略的结构，好，本来应该是 which made 的概念，which 拿掉 made 改成 making，好，让它成为怎么样？The mos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是灾难 ，in Taiwan 好，在台湾最严重的灾难 in recent case，OK，那在那个在那个我们最近的那个十年。这十年来，几十年来哈，最严重的灾难，而且跟 decades 是十年的概念，decade 是十年的概念。好，那这个字呢，其他的这个考题的其他选项我们看一下。barrier 这个字其实就是你们之前学过的 obstacle 这个字是障碍的概念。好，但是 barrier 这个字有一个字跟它长得有点类似，叫做 barren，barren 是不毛之地，也就是不孕的概念，不会生小孩，没办法生小孩的。好，那 C 的选项 anxiety 这个字考过它的名词性 anxious，还有它的同义词 nervous，全部都考过，所以要一起记的。好，collapse 是倒塌，哦，倾倒，通常指的是建筑物倒塌，那它是一个 VI，就直接加就好，不要再加东西了。哦，比如说 the building collapsed，这个建筑物倒塌了，哦，就这样就完成了。好，第十四题，Robert was the only，他是唯一一个什么？witness 目击证人，好，witness 当做目击证人，也可以当做这个字本身有动词的功能，就是当做目击。好，那他目击了什么？To the car accident，他目击，他是唯一这一场车祸的目击，唯一目击证人。The police had to count on him，必须要依赖他。count on 前一个年度教过你，rely on，count on，depend on 都是依赖、依靠的意思。然后因为前一个年度考了它的形容词 reliable，reliable 哦。那 count 这个字也可以当做数数，哦，所以你如果看到 countable，它可以当做可以数的。所以我们一般英文的单字词性后面会有可能会有个 n，然后呢再一个中括号写 c，就是指它是 countable。可以数的，U 表示它是不可数，uncountable。Dealer 这个字是生意人的概念，好，那商人的概念，但是通常其实它出现的时候不太是正向的意思，好，你看到大部分都是写 drug dealer，drug 是药品，是毒品的意思，所以 drug dealer 是指贩毒的人，卖毒品的人。然后呢，它第二个选项 guide 应该也很熟，tour guide 就导游，好，第四个选项 client 是客户。好，所以呢，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所以 the police 的警方呢，必须要依靠他去干嘛？To find out 找出来。好，find out exactly how the car accident happened，就这一场车祸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好，第十五题，badly injured，OK，这里看就知道是一个分词构句的结构哈，因为连接词跟相同组直接省略掉了。好，那他说呢，非常严重的受伤，in the car accident，在车祸当中受伤非常严重。Jason couldn't scarcely move his legs，哦，他几乎没有办法动他的脚。Scarcely 这一组字已经考到快烂掉了，哦，几乎不，而且他是每一次他就轮着考，哦，这些字都会考，哦，大概 hardly 比较少考，但是其他都考过了，哦。Scarcely 几乎不哈，hardly、barely、rarely 哈，就是轮着考。反正你如果当初你在背单词的时候背同义词的时候，这时候就很轻松。好，那所以呢，他就受伤很严重，所以他脚没办法，几乎没办法动哈。所以呢，and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right away，就是我刚才讲的 immediately，好，立刻被送到医院去。好，那 accordingly 其实就是 therefore。那之前我们也教过他的同义词，像什么 does。
As a result, therefore, as a consequence, consequently, 哈，hence，全部都是哈，所以这堆字应该很熟了。那它是一个副词，所以你要放的话，其实通常是放句首啊，逗点，再接你的主要子句。Undoubtedly，其实就是 without a doubt，毫无疑问的概念，哈，毫无疑问的。Handily，这样先解决掉它的形容词，handy 这个字叫做 convenient，就非常方便的。哦，所以加上去掉 y 改 i，再加上 ly 就变成副词的方便地。好，这是99年的11题到15题的单字题。